Hello，大家好，我是莫涵，欢迎收看《宝可梦剑盾》的游戏实况啊。上集的话，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激情城，然后换了一套衣服啊，花了点钱啊。这边是干嘛不知道。然后在那个这一集录制之前啊，哎，给了个聚气。这一集录制之前啊，这个我去那个前面的那个宝可梦的一个那个叫啥来着的矿场还是矿地啊，荒野之地啊，什么地的啊，然后。遇到一个超级巨化的八大湖，给他抓了。八大湖抓了，还抓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是啥，这个进化我也不记得是什么了，反正就带着呗。然后喵喵的话，之前有观众说不要带着啊，喵喵带着不划算啊，因为喵喵到后期要刷那个努力值什么的，会比较混乱啊。这里干嘛的呀？这里吃点心呢？这里是对战咖啡馆，一天一次，只要你能获胜就能获得甜品。来、啊，这不是说休息时间吗？怎么上来就打了？三蜜蜂，老板杰森，然后我、这个用起风呗，起风是克他的。我现在有虫系、超能系和飞行系技能，八大湖好强啊！这个。他如果巨大化的话，还有特殊的技能。800块，哇，赚了！哎，我们之前那个在那个矿地上面啊，矿地，哎，矿地怎么说？哎，这应该都会打架吗？喜欢吃甜品。矿地那边打了一些什么碎片可以卖钱，看看一个多少钱，到时候没钱的话也可以去刷一下。这个道具店在哪啊？道具店应该在这边吧。哎，没有，有东西，精灵球。道具店我没看到，这里只有一个啊，这里面也有道具店，一起的。现在好像道具店跟那个商店一起了。哎，这里我可以卖掉点东西。今天刷了好多材料，经验糖果、草莓，这什么东西？让小仙，那小仙奶携带的话会高兴的转圈圈。白色香草，宝可梦能力降低时啊。这里出了很多技能呢，技能也可以卖钱吗？哇，这个真的很赚钱啊！这个星星碎片，哇，6000块，哎，那不愁啊，随便买啊。到时候多刷点这个星星碎片，都不知道有啥用，反正我先不卖吧。肯定有观众说这个有啥用，如果评论里面能告诉我有什么用的话，我感觉我可以留着它呀。这个人卖什么呢？卖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伤药，多带点伤药吧。哎，多买点伤药啊，这样我就不用来回跑了。看来这个钱还是挺好赚的啊。你叫啥呀？哎，这个，哦，那个老板跟这个长得好像呀。哎，我们看一下激情石，激情城不是激情石。激情城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道馆呢？这个说话能给东西吗？这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道馆呢？哎，谁来了？哦，那个丹帝来了。他说给我个披风。啊，他背上第一个就是激情城的那个图吗？木炭。啊，火属性招式会变高。那激情城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呀？我先存个盘。不过好像每过一次场景都会存盘啊。哦，道馆。我们可以看问看边上的这个角色，这什么玩意儿？精灵球，这里没东西了吗？
哎，载客飞行，我这个是连接中的啊，本地没联网，据说好像也不用买会员也可以就可以联网的，不过可能需要有那个游戏加速器。这边是干嘛的？哎，这边不让我走了，那我去打道馆了。它什么类型的？就金属类的吗？可能是。火焰也刻金属啊。你的包明显小啊，还是我的包大一点？哦，第一个道馆。道馆挑战者，哇！现在这个道馆很高级啊，叫谁啊？这一看就是个反派角色。冠军的推荐函，好，你们两个手续都办好了，选择你们喜欢的号码，会成为竞技服上的号码哦。666，233，666也没意思，999，666，888。233吧，还是666好看一点，我觉得。那很多人肯定选666，666，没错吧？就帮你登记666了，请两位到道馆挑战，别带上啊。好的，直接送旅馆哎，那是不是可以蹭旅馆呢？那现在还不能挑战，那我们要先去旅馆对吧？哦，激情城，哎，这谁啊？含羞包旅店，啊，就是左边我们去不了的地方。我穿的是他们啊，不是激情城的这个衣服啊。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自行车呢？养精蓄锐吧，好的 ，OK。打个道馆还让我睡觉，平时不是直接上去刚完就休息了吗？哦，这什么鬼？中间这一个什么鬼？啊、哦，不需要，简短一些。暗夜，巨大号的宝可梦搞得人们不得安宁。一位拿着剑和盾的年轻人挺身而出了，平息这场骚乱。这尊雕像就是以这位传说中的年轻人心中的哦。好 ，OK， 我说那边哦，这是什么？这火箭队吗？造型？你玩你的就是，那我还是要跟他们对战。呐喊队，来啊！怕你们？长得有点丑。这类似于火箭队的敌人了，蛇纹熊，
哟，我看我没有什么技能，效果绝佳。靠，我这个八大壶太强了。一个八大蝶，八大蝶的话的，是八大蝶对吧？八大蝶的话，它是有虫系、有超能系和飞行系。就之前抓的那个极具化的八大蝶，来一个个打，哇，车轮战了，要打四个人。破耳虎又是秒，都是正常系的，被虫系秒啊！哟，电光一闪，没多少血啊！你要不看看等级压制好吗？差多少级？送钱的这个，这经验都不够啊！七百二，又是七百二。他打两个吗？二对二啊，新战斗模式。二对二，其实我是在那个哪一代里面好像玩过一次二对二，看二对二其实还是比较少的。毛变羊，我可以打自己人吗？打自己人也是醉了，重名。毛变羊太弱了吧？要给他吃经验，大声咆哮。我这个技能可以打两啊，打一个，然后降低特攻。起风。哎呀，哦，还好，我选择那个死亡的，他会直接攻击另一个。然后多少经验值？哇，这还不升级啊？那很多人手下，弱鸡1400啊，这送钱的，又送了我1400，那就我就在这里赚了3000多块。哟，助威团。呐喊队是我们的助威团，哦，好，我们可以登记了，做个好梦。第二天早上，你在玩棒球吗？嘿，传说啊，我的传说终于要开始。赛跑到激情竞技场吧，有什么好比的？这有啥好比的呀？我都不知道激情竞技场是什么属性呢。哎，是的，直接带我过去了吗？哇，这么快就到了。好嘞。嗯，谁被粉丝包围了？没有啊。
哦，换上选手衣服，换上选手衣服啊。好嘞，啊，又是这个人啊！女士们、先生们，来，好歹配个音啊！洛兹，道馆挑战赛即将开始。啊，八个徽章才能成为非凡的宝可梦训练家。各位道馆馆主，然后呢？哦，那我们是一次性都打完，还是农家斗士？草属性馆主啊，惊涛骇浪水属性馆主。燃烧不息的火属性资深馆主，还有谁啊？哦，这个是我们这个盾特殊的幽灵系的道那个馆主，梦幻剧场的妖精属性的老奶娘吧，这个是冰冻专家，龙之风暴，龙应该是最后一个吧？哎，还有一位没到场呢。激情城的吗？差一个呀。哎，激情城的馆长呢？我这个后背后这个六六六厉害了，那还是六六六好看。二三三有点挫。哎，好嘞。终于要开始了。好，你们就是冠军推荐的训练家对吧？好吧，你们既然有集聚万代了，不错，许愿星冥冥之中指引你们到这里吧。对了，研发集聚万代的正是本人旗下的优秀公司。道馆挑战也是个展示集聚化的大好机会啊，好吧。那我们开打呀，让我打呀，我要把第一个道馆给打下来。啊，第一个就是草鹿镇的三号道馆，那这里不是道馆了，我以为是道馆了。八个道馆。啊，好吧，那我们这里不能打了，现在只是过来登记一下。啊，那哪两个才能挑战这边？那我们要去找那个草的，草右边、左边都是吗？三号路的草系，那我往左边走。哎，有什么礼物？飞翔哦，自行车吗？啊，不是的。那我直接能飞过去吗？
地图，城镇地图直接飞吗？三号道路，这个是什么？矿山。四号道路啊，要到这草路镇水啊，这边好像过不去，只能走这边吗？这里是什么地方？二号矿场，激情室。啊，我们现在还是要跑过去吗？好的，像马拉松运动会一样开始跑。哎，这里也有精灵中心。哎，好啊，来啊，跟我对刚。哎，又被我吊打了，又要送钱了。不想虐你了，咋办呀？来跟我打，完全吊打你，我一只精灵打你一堆精灵，有效果。重鸣，直接秒杀。好，多少只？15级了，应该要进化了吧？我觉得16级好像可以进化了。继续战斗，我一只八大虎打掉了。效果不好，幻象光线。主要我应该是克我的，也没多少，我等级太高了。等级真的吊打，好，一条狗也快升级了，敲音猴，我不换了，换啥呀？那你就被我吊打了，我有起风，我有起风打你敲音猴，我都不用御三家就可以打你，残血。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哦，草木之力，几句话啦？哦，我以为你要几句话呢，吓我！哦，好像虫系也克草系啊。好了，你还有精灵吗？一条狗15级了，吼叫，看看可以忘记点啥技能。咬住撞击，吼叫有啥用吗？强制拉后背宝可梦上场，哎，还是有一点用。要归到13级，送钱呢，哎，真是送钱的热心玩家。好，哦，就打败一次就可以拿到联盟卡吗？跑那么快干嘛？我还要回一个血呢。噔噔噔噔噔，感觉我不需要那只鸟了，先带着吧，说不定有用。我身上带的精灵可能有重复的，我不知道那个虫子会变成啥样，一直想练它。嗨，你好。哦，这是什么呀？这精灵没见过，哎，有东西。大蘑菇。这啥精灵？没见过。叮。短裙少女，迷你裙，六尾，完了，这只还真克我了，这只还真克我了，换个宝可梦吧，
哎呀，贵。没啥效果，效果不佳。水枪，滋他一下。这摇尾巴也真的。上帝，我防御力，我估计两下水枪你就没了。哎呀，很坚挺啊，有点肉啊。水枪。再来一下，我说速度没他快，电光一闪，哦，水枪，这经验高啊，经验肯定很多，我感觉有什么经历要升级了。哎，托尔这一集应该能升级，我觉得。1000块，哇，奢侈。我爬不上去了，我这精灵好烦，跟着我走。这里又有一个吗？嘿，打！女生爱女学生艾米，顽皮熊猫，顽皮熊猫是正常系的吗？还是格斗系的？效果不好，那它是超能系的，幻象光线，那它可能是超能系的。哎呀，它不是超能系，它是鬼系的吗？也不一定啊。八大蝶快升级了，宝可梦太少了，你就一个，你跟我打，我一打呢。这个什么精灵？我拿走好了。哎，这是什么？公告牌。有东西。伤药。啊哦，就是男学生吗？含羞布，哎呀，被克死了！我有只八大胡月，随便什么都能克。洗个风就直接没了。哟，一丝血吸取。我也学个戏曲多好呀，回那么点点血有啥用？重鸣好像是大招啊，它只有十下啊，只能释放十下。还有精灵，右面面哦，那个，好，这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右面面起风。这一看就是草系的，直接秒，弱，太弱了。男生阿雪，我的宝可梦太强，挡着我的路了你。哎，等等，先别过去。哎呀，触发剧情了，这里过不去吗？他先走了，我们分开行动了。哦，就这么小个工厂，好吧。哟，离动城啊，这东西挺好的，应该意思说我们要那个了。那时候我们要那个穿越洞穴了，接下来那可能等到下集了。有东西捡，
活力碎片。这里有岩石系的精灵，我把这个东西捡。哎，这里有个少女。哎呀，被他看到了。你有几个精灵？还有几个精灵？我看不到。哎呦，爬手猫。我刚刚没见到他有几个精灵。啊，他有两个。幻象光线。没效果，完了。恶系的吗？恶系的可能是。同系克恶系吗？这么强？我也不知道，好混乱现在。哦，操，这要进化了。替换，贪心隶属普通系的直接秒杀。重名，重名，他不是普通系的吗？啊，也秒了，太弱了，太弱了。936，哦，兔老师进化了，噔噔噔噔，哦，呜、哦，这。穿衣服了，进化。藤就小将，长得有点丑。不要了。啊，这里有个精灵球。围攻招式37，啊，那这边没路走了，这边就，哎呦，那边有个警官，这感觉也是那个吧。好了，那么这集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我们就不过去了。这集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下集的话我们接着往那个草系道馆那个城市走过去，慢慢来。反正我们现在到时候可能我会在不录制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去刷这个精灵等级啊，可能其他精灵会有一些模样变化啊，大家这个这不要在意这细节了，这没办法，口袋妖怪的话你总归要刷的吧，进化的话我不可能随时随地为了进化去给你们录一段视频。好的，那么就先到这样，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记得点个订阅，点个收藏，点个赞啊，这个合集要收藏一下才会看到更新。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